车，助教小茹姐姐。Hello， 大家好。同学们好。好，小茹，上一期呢，我们度过了一个坏人之旅哈、啊，你够坏的。我不够瘾，我爱演坏人。要不要再来？爱坏人，要当然要，你们要不要？要。那不要听我们的坏人查理哥哥，欢迎。好，查理。我是坏人最可爱的坏人。本期嘉宾曹查理是上市公司出身的喜剧演员，以扮演惹人憎恶的衣冠禽兽和常被人捉弄的势利小人而令观众印象深刻。代表作品有《警察故事》《最佳损友》《猛鬼霸王花》等。OK， 我们上个星期呢就请您过来，啊，我们还没过过瘾，因为对，只是要你演绎了，跟那个宝贝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不是，他们来个新，所有你的演技，他们的演技哦，还可以的，有几个非常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可以很多东西要问你，可以啊，请你介绍。好，谢谢。宝贝们，上课了要有精神头，大家在想什么呢？左思右想的。他们想，你可以问他们演坏人。真的，我觉得坏人真的没有那么好演。可是查理哥，我想问你啊，你得就是多大进这个圈子的？就是从几岁开始拍戏？我没有几岁，我33岁才进入这个行业。哦，那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哦。不是，我以前做生意的。哦。我没少过拍戏的。嗯，那为什么导演看中你？不是，我拍这个广告出来的。哦，拍过广告。那个广告走很多，这个抖音呢去找我，电视台去找我。为什么演坏的角色？您不是帅，那个时候不是外的，我是。哦。我那个时候很哇，很英俊的，人家都没有，我怎么睡，对吧？是我不来，我想啊，我还挺可以做男主角。哦，好拍，再拍，我是反派。我不高兴了，我就跟他说，我就那种反派。他说，现在球楼最丑的就是男主角，最好最看。就好看的，好看的就反派。哄你，谢唐雷。咱们说说谁做啊？洪金宝啊，曾志伟啊，他们吴又涵啊，他们做男主角，我做反派。哦，那个时候时兴是不是？结果我有点不开心了。他说不做，不是啊，查理你最厉害是不是？没有了，他们很多人都是反派，我只有一个反派啊，什么都没有找你的。不是，他够特别。我想问一下查理，就是说。你刚开始演坏人的时候你喜不喜欢，然后而且为什么到后来还有那么多戏找你拍，然后是不是因为你人缘特别好呢？啊，有个问题问得好。首先，你我演反派的时候我心里边